各位媒体大哥大姐，你们好，我们是 Underlover， 我是 Underlover 的主委。首先，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以及歌迷说，让你们担心，也让你们失望。从 Underlover 成军以来7年，这一路你们对我们不离不弃，从在网络的时代一直支持我们到现在，发了电。如今我今天做了最不好的示范，以及最错误的示范，给所有的青少年做了一个最不良的示范，真的感到非常的对不起。伤害了关心我的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公司，当我们连累到，然后连累到他们，也牵连到他们，我真的对不起。再来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在7年前的时候，非常的不支持我。到了现在非常的支持我，但我却做了最不孝的事情，也让他们失望了。但我也非常的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在昨天出事的时候一通电话给我，叫我要好好的振作，好好的站起来。我真的很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，对不起我的父母亲，对不起我的亲戚朋友，真的对不起。再来，我非常的对不起我的经纪公司，我的唱片公司，我没有好好的去珍惜我自己，也没有珍惜我自己的羽毛，做最错误的示范，我让他们非常伤心。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培养我们，但我却没有去珍惜，只爱过我自己。我对我的经纪公司真的感到非常抱歉。最后，我还要跟我的团员道歉。杨林，7年前今天，我们说好，我们一定可以的。我也答应过你的父母亲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任何的困难，我都会挺过去。就会承认你的父母给你一个很好的环境，但今天既然让你陪在我旁边跟我一起道歉，我真的是对你感到非常抱歉，我对你的家人感到非常抱歉，还有对不起。最后，我想跟大家说，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社会，对不起支持我的人，我做了一个最错误的示范，但我勇于的，我会去承受这个错误，也会去承受大家的对我的谴责，我都通通接受，并且我很认真的反省，希望大家能再给我一次忏悔的机会。在未来，我会尽我的可能，尽我所有力量去对这一切做最大的忏悔，也对我的团员，也对所有支持我的朋友
进行了最大的忏悔。在这次的事件中，我牵连到了很多我的朋友，让他们的电话响不停，让他们没办法放开心的去做他们的事情、工作，多了一件我的事为我烦心。在这里，我跟我所有支持我的朋友，以及我的朋友，以及我私下的朋友，任何挺过我、帮助过的人，我再一次跟你们郑重的说声对不起。